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 Channel Clipa Coraly。今天呢，我来到施华洛世奇的120周年纪念展，展出的地点呢在台北的华山，在门口可以看到一台镶满水钻的汽车，快跟着我进去看看有什么吧。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施华洛世奇120周年的历史，巨大的水晶蛋糕。这件镶满水钻的彩色礼服是真的可以穿的哦。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，超美的。这个展览是施华洛世奇与各种不同领域的合作，可以看到许多非常美丽的工艺品。镶满水钻的钢铁人看起来超有气势。这个呢是镶满水晶的钻石金刚犀牛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用水晶排成图腾的手机壳，每一个都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。展区的最后面还有摊位，可以购买纪念品送给朋友哦。